日本呢只7蚊 OK 啦，平时9蚊噶。佢呢个九保田，佢唔系嗰个和服嗰个人，佢系有蟹味，有神户牛味，同埋全国四款味，点啊？喂，呢个蟹味拉面咧，12.88就几盒啊？嗱，蟹同埋神户牛都是三食，呢、這个四食呢个抵啲。咁咧，但系咧，诶，嗰个日清杯面嗰个蟹味咧就要5.5毫，咁所以呢个都 OK 啦。OK， 咁你试下啦，呢、這个蟹绿茶10.88又唔系好抵，不过买啦，佢平时都16蚊啊，呀、yeah ，好搞笑呢、這个叫徐福记啊，哇，又咪3000同男同女，呢个又蟹嘅薯片啊。哦，蟹烏賊薯片，好 mix 嘅喎，兩種味其實唔係一樣嘅喎。2蚊一包。2蚊一包啊，好抵喎！邊度出價？日本啊，真係。OK， 黑毛和牛味。OK，兩個都試啦。2蚊入。啊，係喎，4蚊兩包咁啊，抵喎。嗱，呢度啲橙啊唔夠見兄弟。呢度有隻公仔啊，係隻恐龍嚟嘅，咁啊孭住個牛油果。佢是牛油果龙或者龙味牛油果，点啊？伊藤园，499 OK 啊！你买一支都2蚊啦，平嗰阵时。你中意佢咩啊？我中意佢茉莉花一半，即系浓啲咁啊！味好香加。哦，即系落多啲花啊！超特价呢度，麻油味炒面、元祖同埋酱油，全部都是6.88。從來未試過的一蘭特價，而家跌到係29蚊，好貴啊！呢、這個40蚊㗎，你知唔知啊？但係我其實冇興趣試咯。呢個10蚊兩包就抵，咁你咪買兩包試下咯。即係佢其實都係唔夠其他你自己溝啲味抵嘅，但係正常嚟講呢個係要成7蚊一包㗎。呢個醬我哋都有啦。就唔買啦。如果正常價咧，其實咧係成6.5一樽嘅，而家佢半價咯，嘅。咁啊，試呢兩個啦，買啦，買啦。哦，你想買另外一個牌子嘅麻油啊？九鬼啊！哇，犀利喎，海軍嚟噶喎嚇。呢、這個雞翼2.38一磅。咁啊，如果淨係雞胸翼抵，但係佢唔係啊嘛，咁啊唔買。哦，建興嗰個牛坑腩咧就5.99，呢度要6.98一磅。嗱，大桶呢只牛排骨咧，系好明显多肉啲噶，同建兴嗰只，咁啊，所以唔好喺建兴买，喺呢度买，佢嚿骨都细啲咯。哦，去食酸菜鱼唔使去老虎度啦，呢度有得买一包5.98。嗱，而家系冇咗3条鱼嗰只冇骨玩鱼啊，阴公！老虎翻过一定话呢啲点同佢嗰啲比啊，傻啊！大桶牛杯面是不够建兴种类多的，咸蛋底有6.5两个，此前就平时5蚊一盒，但我冇理由食两盒啫。嗱，呢度啲拉拉就平过建兴3毫子 ，Little Fish 就平5毫子到啦。Mini 王中意食番薯，买俾 Mini 王啦，9蚊，呢个红天使嘅番薯啊，琴日晏昼食咗2包。唯一嘅雲吞加水餃，但佢冇減價，4.49，唔買住啦。呢個係牛當益壯。喂，呢度咧，你攞翻公司叮叮叮啊，咁正。佢有冇飯啊？應該有㗎，牛當嘛，當即係解飯嘛，有乜可能冇飯啫？嚇、啊，真係冇啊 ！Wise 啊，嗱 ，Cooking Sake 嚇冇㗎。哦，淨係得嗰撇嘢嘅咋，8蚊兩人份啊，其實都唔平，不過試下啦。Mini 幾興奮，咩事啊？白麵包啊，麥包都4.99，哇，咁啊掃貨，喂，但我哋擺唔到咁多喎，可以唔擺雪櫃都 OK 噶。咁啊唔得。哇 ，Mini 幾癲 ，all in 咁啊！哇，呢只拉拉底喎，3.79啫喎。鋪排起又似你都係未減過，3.99唔買。建興幾多錢啊？哦，今次減咗價咯喎，係咯，由10蚊減到去6.88，咁啊平過8蚊嘅建興。Mini 唔夠高啊你？
呢、這個日清杯麵仲係低價，5.58元，3個，13.99元嘅蜂蜜咗嘅原生蜂蜜。臨走之前睇下啲書書，咁佢有三體、黑森林同埋死神永生。睇完 Netflix《金濟之國》第一季之後咧，我係睇曬咧原本嗰個漫畫，但係睇完三體，其實我冇衝動睇佢嗰本書所以雖然呢度有咧，但係都唔會買。